香港六七十年代，有一班同党横行霸道，出手凶狠，在江湖隻手遮天，号称慈云山十三太保。不少电影都以他们的恶行作为题材。他们的大佬陈慎之，绰号矛盾华，生命改变的故事，在2017年再次被拍成电影。李建明16岁那时亦做了陈慎之的手下，一样坏事做尽。在锦化院出到嚟，想跟个大佬在黑社会里面打江山。嗰时最出名是慈云山十三太保，因为有两个太保同我在锦化院一起坐监，一个叫猫仔，一个叫沙牙大盗。咁出到嚟，多数咪上去慈云山跟十三太保阿华哥咯。最出名佢连警察都打噶嘛。李建明九岁就开始偷嘢，十四岁入石壁儿童感化院，但喺里面佢仍然胆大包天，一错再错。第一次吸毒咪喺锦化院学识吸毒咯，因为嗰阵时我系做大哥头啊，改咗个名叫天真。咁你打人打交打得多，做大哥头，咁有人带到白粉入嚟，咁你话要佢俾我食白粉咯，如果唔俾我咪打佢咯。嗰阵时开始食啦。第一次吸毒，你以为吸毒系飘飘欲仙啊？食完之后你会有咩反应呢？就呕啊，猛咁呕呕呕。呕完之后咧，就成个人个面青青白白，又好似黑眼瞓咁样噶啦。即使身体对白粉有几犀利嘅排斥，李建明仍然要食，为嘅系埋堆喺江湖占一席之地。我记得1969年嘅时候咧，我同我由细玩到大嘅拍档，因为冇钱食白粉，所以我哋就提议去打劫的士。警察一截停架车咧，我一开门就走啦，系咁走，系咁走，点知冇气啊，因为吸毒啊，有白粉瘾，一走上去，砰碌翻落嚟，跌翻落嚟，咁啊就拉咗佢啦。嗰次咧，我记得1969年至1970年咧，就喺芝麻湾监房，系坐 YIP， 即系 Youth Prisoner， 即系青少年罪犯，坐咗6个月。李建明再次入到监狱，但今次冇再喺入面哈哈爸爸，反而受尽折磨。毒瘾发作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呕呕呕，同埋咧你个人冇晒力噶，瞓唔到，食唔到，你饮几多啖水都呕翻10啖水出嚟。总之你食咩嘢呕多过你食嘅嘢，所以好辛苦噶。出狱之后，为咗食白粉，佢又再做尽坏事。呢度咧系南生村，点解会咁有印象呢？呢度咧系我曾经同阿陈慎之嚟呢度打劫嘅。点解要打劫呢？冇钱食白粉就要打劫噶啦。大佬就唔揸刀嘅，系我揸。我把刀摄喺边度，摄喺呢度，一攞起上嚟咧，喐手噶啦嘛。咁啊，同阿华哥一路行过嚟嘅时候，喺呢度就俾两个贼差喺后边箍实我，跟住咧就拉咗去九龙城差馆。1972年，李建明第三次入狱，被囚禁咗9个月，但出狱之后，佢都系冇办法搣甩毒品。阿妈同阿婆咧就好锡我嘅，佢见到我上咗毒白粉瘾咧，成日都叫我去戒，俾好多钱我去戒。咁我次次咧呃佢攞啲钱去睇医生，其实攞啲钱去食白粉，攞佢钱佢唔俾你，你闹佢咯。你一冇钱食白粉，白粉瘾嚟就系冇人性噶咯，乜嘢都做噶喎。白粉瘾一发作，唔单止冇人性，仲冇晒气力。李建明清楚知道吸毒可以置佢于死地，但自己一直冇方法戒除，直到佢遇到以前喺江湖嘅大佬。有一次我喺九龙城白粉档食完白粉上嚟，离远见到有个哇咁熟面口嘅，咁我望一望佢系边个啦，咁啊哦原来系我黑社会大佬矛盾华，佢系啊我信咗耶稣啦，冇食白粉啊，咁啊我就好出奇啦，佢食白粉仲犀利过我。嗰陣時，我同佢喺白粉檔食白粉，佢食到咧啲眉毛都白曬嘅。
咁我谂下你点会戒咧？咁啊，所以我心啊好好出奇。当时李建明见陈慎之都可以成功戒毒，就登记咗福音戒毒。但隔咗几日，佢就被控告恐吓勒索罪，要上法庭提堂。陈慎之为佢出庭作证。法官咧最后问麻哥一个问题，佢话：陈先生，如果我俾阿李生去你嗰度信耶稣戒毒，你担唔担保佢做好人？咁啊，麻哥话：佢话我唔担保佢做好人。但如果佢信耶稣咧，耶稣担保一定系做好人。咁啊，法官就俾个手行为咯，一定要上去戒毒，咁啊上咗户外团契戒毒咯。不过李建明喺监狱都试过长时间禁毒，出翻嚟之后都系再次上瘾，要彻底斩除缠绕咗十几年嘅毒根，好似并无可能。我哋戒毒咧就系有七日，你有五至六日咧系呕嘅。你知道啦，呕好容易呕晒，一个钟头你黄胆水都呕埋噶啦嘛。但你咧不断咁呕，呕成五六日，咁所以你呕嘅时候个横膈膜缩咗入去，好痛嘅。你最辛苦嘅时候你想走噶啦嘛。但系阿华哥话：你走你就一生一世，你留低信耶稣又系一生一世。咁你选择做好啊，一系选择去一生一世食白粉啫。最辛苦嘅时候，阿华哥帮我祈祷。同埋读圣经安慰我，唱诗歌。但有一种感受咧，我一生一世忘记，因为我戒毒戒好多次嘅，系嘛？我拜关公、如来、佛祖、孙悟空、黄大仙、观世音，咁啊，观世音系我契妈嚟噶，我拜咁多神都戒唔到。咁啊，华哥拜呢位神，耶稣呢个神，佢戒得到，点解我唔试下啫？所以咧喺个阶段里边咧，我最感受系乜嘢？心里面有一种平安同埋有希望。我平时自己戒冇希望嘅，但呢次我睇住华哥咁嘅时候，佢又同我读圣经，我心好自然产生一种希望同埋有将来，系可以做翻一个正常嘅人，一生一世做好人。唔靠自己，唔靠药物，只靠耶稣。1975年，李建明相信耶稣，成功戒除毒瘾。自此冇再吸毒。我食白粉嘅时候边有自由嘅啫？冇啊！你俾你锁住晒，到时到后你要食，到时到后要搵钱，系嘛？所以我信咗耶稣之后咧，人哋就同我讲啦：，喂，你信耶稣啊，冇晒自由喎、啊。我话点解冇自由啊？你信耶稣又唔食得烟，又唔食得白粉，乜嘢都唔做得，咁你冇自由咯、啊。你信耶稣，你我点同佢讲啊？我信耶稣就好自由。我而家可以食白粉，我可以食烟，我可以讲粗口，不过我可以自由选择唔食烟、唔食白粉、唔讲粗口。你信咗主之后，可以选择做抑或唔做啊嘛？你明白啊？嗰阵时我又冇得选择啊嘛，我一定要食，一定要打劫去搵钱。睇下后边呢度咧，就系赤柱监房啦。咁通常咧，我系星期二、星期三入去赤柱监房。个时间咧，我多数都系早嚟嘅，大约9点钟嚟，咁啊跟住走9点钟入去咧，就去到大约2点钟先出嚟，差唔多4至5个钟头。里边咧通常都系一啲甲类囚犯，譬如啊杀人啊、坐终身啊、重犯啊，就喺里边嘅啦。咁所以咧，你嚟到呢度就唔准你入噶啦。咁我点解可以入去咧？因为我系2013年申请咗呢个惩教处私铎。这个牌咁我可以咧就自出自入。30年过去，李建明成为咗一位牧师。2011年开始出入香港几个监狱同惩教所，探访一班在囚人士。嗱，依家个监狱文化同我哋嗰阵时唔同噶啦。我哋嗰阵时咧，即系喺入去嘅时候，我坐监嘅时候入去咧，假设我系一个黑社会嘅社团，我入到去咧就归翻入个黑社会社团。真係好似監獄風雲咁噶，即係成日為咗利益就打交。但係而家唔係噶，而家係好少打交嘅，因為佢哋知道咧，你一打親交一犯事咧，你就要咧加監冇福利。昔日行走江湖，但今日做咗牧師嘅佢，一樣想喺監獄揾接班人。佢可以點樣做呢？下一節繼續，你是主角，行走江湖的牧師。
李建明。1975年福音戒毒之后，同一年就决定做一个传道人，帮助曾经吸毒同埋行走江湖嘅人。因为我戒咗毒两个礼拜之后，华哥就带我上慈云山探访一个女吸毒者，咁啊同佢传福音。我喺侧边睇到咧，华哥嗰种嘅传道，同埋咧佢介绍耶稣俾人嗰种嘅喜乐，哇！真系我都话我都可以嘅，我都可以好似咁传道噶嘛。但李建明小学都未毕业，29岁才开始读神学，就好像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读神学最难就是当时入神学院一定要是中五毕业，还有公开政府会考要五科合格才可以入神学院的。我由中一一直读到中五，去到中五会考的时候，我都祈祷我神，你给我会考得了。我会考之前一个月我胃出血，那次是我第三次胃出血。我先两次胃出血呢，就要差不多成个几两个月复原，因为呕了血出来。所以呢，去到会考之前一个月个零月又再胃出血，那我就说麻烦了，因为我要成个几月先复原，你还有一个月就考试。那我都会祈祷求神，有神啊，我现在几十岁了，你一定要给我搞定合格了，拿到五科，我不可以再重读的了。李建明在会考之前好翻，顺利毕业，清楚自己目标的他，同年就报读神学，一直埋头苦读。你读书，神圣那方面，你要祈祷依靠神；人性那方面，你尽责任，俾心机读书咯。你不可以就是祈祷不读书的嘛。读神学要考核非常艰辛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都拿到 A 的成绩，最终更拿到神学学士学位。李建明在香港服侍了一年之后，太太一家人要移民到美国西雅图，当时有案底的他竟然神奇地拿到良民证，于是也都顺利去到美国，后来建立了西雅图东区第一间全粤语教会，还修读埋硕士课程。我哋已经有20几年在美国，而牧师咧牧会都有18年。我记得有一晚我哋一起异口同声嘅，佢亦唔知道我心讲乜，我亦唔知佢心讲乜，一起异口同声话系应该系时候翻香港噶咯。我仲话系，你应该即系翻去，唔好忘记你当初你向神承诺嗰、那个嘅委身嗰个工场，就话要帮嗰啲黑社会嘅人。更新人士或者是吸毒的人、坐監的人，我們一起異口同聲說是時候了。當時李牧師的太太曾經患癌症，要繼續復診，再加上一家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太太的工作，她不能夠跟牧師一起回香港。我太太留在美國當然會有少少擔心，因為家裡沒有男人在住的嘛。但是我和我太太，我們很清楚知道這個是神的 calling， 叫我回來香港，我將我的家庭交給神，如果神保護他，你怎麼擔心呢？二人年過半百，分隔兩地，為的就是完成李建明牧師當初立下的志願，在香港關心囚友，定期探訪他們。但他在香港独自一人住了一年之后，远洋就传来噩耗。在我2012年的时候，是我意料不到 我癌症翻发。当我知道癌症翻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买了机票回香港的，就见我老公的。但是我癌症翻发，我要留在美国，我要做手术，大手术来的。咁咧，亦都要係電療、化療嗰啲啦。咁我知道我翻唔到香港，咁我當然第一時間話俾我老公聽祈禱啦。咁啊，我亦都好失望，因為我冇得翻香港。我亦都好大嘅失望，因為呢個係大手術，我自己都好驚嘅。咁多年啦，每次每次都想起你都很慘的，因為
即係最愛嘅人喺美國要做大手術，而我唔喺身邊咧，係好傷心嘅。聽到梗係驚啦，一生人只有一個老婆嘅啫喎，係嘛？最驚係乜嘢咧？最驚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翻天父嘅時候，我唔喺佢身邊，咁要趕翻過去嗰個感情就、那個內心就傷傷地啦。即係知道係好慘好慘，因為我就成日知道我太太好怕痛嘅，即係佢跌得痛都唔得噶。咁你喺個警房裏邊，佢真係大叫喎。鐵漢柔情，任何事都笑住堅強面對嘅李健明牧師，只能夠遙遠咁記掛住同病魔搏鬥嘅師母，因為監獄需要佢。嗰段時間係聖誕節啦。監獄裏面是一年一度咧，好多教會去監房咧，有報道會啊，有話劇啦、啊，有唱歌啊，有送禮物啦、啊、咁樣。但係呢個咧係我老公擔大旗，我老公咧係同啲教會咧係有彩排，節目係好緊密嘅，唔係一日嘅，係連續幾日嘅，有好唔同嘅監房。咁我又諗下，好多人都係需要我老公。咁啊！我老公留喺香港，佢做嘅嘢系都系好有意思。神俾我学习咧，你更加爱呢个人。佢希望咧唔好俾我先生喺香港做侍奉嘅时候有后顾之忧，佢就叫我唔使翻去咯。咁太太呢件事咧就俾我学到咧，更加要珍惜。一相处、一见面嘅时候就要珍惜。手术之后，太太慢慢康复，李牧师继续努力服侍囚友，每星期至少有两日去探佢哋。呢本咧就系我每次入监房里边必带嘅记事簿，系记录佢哋咧个生命点样改变，我记低佢。佢有咩咧系做紧嘅，我记低佢。咁啊，系要嚟写求情信。我了解佢裏面嘅文化，因為我坐監啊嘛。咁所以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我唔會文皺皺嘅，我都係大大聲聲用翻佢哋嘅術語同佢傾偈。咁佢咪覺得親切咯。嗱，監房裏邊咧係有啲文化嘅，譬如嗰啲字眼上啦，我哋話啊你出獄啦咁啊，佢哋唔係叫出獄嘅，佢叫出賊。咁我哋話咧，你見啊長期監禁審核委員會，佢就話啊，我哋要打品啊。譬如你話，我話你，攞嚿番鹼用啦，咁佢唔係叫番鹼嘅，攞嚿滑石嚟用啦，啲番鹼滑噶嘛。年過六十，李牧師本應可以退休放慢腳步，但為咗一班囚友，佢再次挑戰自己。咁我哋呢個研究裏邊咧有三部分要做，第一就神學教育，第二咧就係技術同埋技能嘅訓練。第三咧係一個咧 Tiffany 係活動嘅一組人嚟嘅。成立呢個機構咧，最主要嘅目的就希望咧係揾到翻去監房做牧師傳道嘅更生人士接我棒，因為我太太同個女喺美國，我應該唔應該一生一世喺呢度嘅。我希望揾多啲成全，我哋呢個會咧就資助佢。栽培佢成為傳道人，翻翻入去監房傳福音。因為咧，你係過來人做牧師，再翻去傳福音，那個果效係比唔係過來人嘅牧師入去傳福音更加大嘅。因為天恩牧師都係一個過來人，咁同我哋傾嘅話題都好接近，所以我哋講咩佢都好明白。我哋需要乜嘢，佢亦清楚。無論喺邊個地方都好啦，其實個試探啊、誘惑啊，其實係大嘅，但係。當有熟靈的導師或者牧者咧，同你一起去行你的信仰路上，其實呢個係一個福氣。因為咧，我發現咧，我喺五年裏邊喺監房侍奉咧，佢哋參加宗教班，佢哋生命嘅改變係好少嘅。咁但係比著我嚟睇，點解我生命咁穩固、咁堅強咧？就是、因為我接觸聖經多，
我讀神學讀了成十幾廿年，到而家仲讀緊，接觸聖經嘅話語多嘅時候咧，生命自然會改變。咁所以我諗下，我應該喺間房裏邊開個神學學士學位嘅課程，讓裏邊有心智有 calling 嘅人，佢讀神學。當佢讀嘅時候，佢就接觸聖經，接觸聖經咧，佢係生命咧一定會改變。其實佢話我最想嘅係對嗰啲嘅忠心囚禁噶啦，冇得放出嚟嘅。我希望佢哋能夠被塑造成為監獄嘅牧師。我聽都未聽過，我係教神學教咗35年。我哋揀嗰啲咧就係千挑萬選，係最精英嘅。點會有個人去揀嗰啲跌落嘅、失敗嘅、我哋世人睇唔起嘅，甚至好似被人所棄絕嘅？但當我最深最深再嚟諗清楚嘅時候，其實神所揀選嘅往往係咁樣嘅人嚟嘅。上帝點樣睇呢班人？最簡單啦，上帝點睇我？咁啊，即係上帝點睇嗰班人啦？上帝睇我係點啊？我唔係一個吸毒一生一世食白粉嘅人，我唔係一生一世坐監嘅人。上帝睇我唔係呢啲嘢。所以佢咪揾人幫我咯，神唔放棄我，神即系唔放棄佢哋啦。神愛我，咪即系愛佢哋咯。神幫我戒毒，咪即系幫佢哋咯。你睇我就只要睇到神嘅恩典啦，神嘅愛。當你睇咗呢個節目嘅時候，即時就在你所處嘅地方，你能夠同神接觸，唯一所做嘅。请你跟住我，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当作是你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日愿意同你接触，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带到你面前，我愿意承认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以前活在罪中，今日愿意你拥抱我。愿意你悦纳我，愿意你饶恕我，使我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恒的喜乐、平安、恩惠、医治。我多谢你，耶稣，奉你的名求，阿门。